曾志伟妻子患癌去世，64岁前妻晒照却笑容灿烂，本人也曾三度患癌。8月5日，曾志伟64岁前妻王美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组参加节目的近照，透露了自己的近况。曝光的照片中，王美华上身穿了一件黑色 T 恤，下身搭配同色系波点长裙，脚上则配了一双小白鞋，整个打扮十分的青春有活力，一点都不像是已过花甲之年的人。去年王美华曾宣布第三度患癌，身体一度变得非常的差，身体好心情自然好，她每一张照片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除了晒照，王美华还写下了一段文字，似乎是想要更多的私人空间哦。婚后王美华一连为曾志伟生了两个女儿，大女儿便是著名主持人曾宝仪。虽然曾志伟对王美华还不错，但她天生风流，婚后不久便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流连忘返。而对于朱熹珍的去世，也不知王美华是尚未知情还是处变不惊。